好，那我就把人分成一二三四，分成16个。好，我把人分成16个。好，这样 OK 哈。所以我先分16个。然后因为这是时尚化，所以人的脸要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拉长一点。好，彩妆化也可以哦，彩妆化你也可以把人拉长一点。那是20公分嘛，除以4，所以除以5，因为我要16个嘛。那这是5嘛，那这是7嘛，7×4=28嘛。是不是刚好就16个了？这个先量20。这是4还是5？这是5。然后另外一边是7。哦，差不多。好呀，你不会画直线就找会画直线的帮助你。然后不会画直线的不能开车哦，要记得老师讲啊。好，就记口诀：三庭五眼。那眼头对什么？眼头对什么？鼻翼对。眼珠的这边对哪里？嘴角。眼珠的这边对哪里？眼珠的外面。脖子对。好，就记起来。这样子就破解了，对不对？很简单。好。